大家好，这是看见司法啊、哦。那这个是一个半死不活的专案，所以现在要把它复活了这样子。对，那我们专案目标就是跟以前一样，但是会主要会主打就是把刑法和犯罪的资料做个整合这样子，所以会做跨部会的资料整合，然后也希望要把资料做可视化。那之前的专案的状况就是如下了，就是对，还就是选。对，那我们今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整理资料，我们要把分散在各部会的资料先就是把它 URL 把它超连接找出来这样子，然后我目前只把警政署找完这样子，那还需要有人帮忙找司法院啊法务部等等的这样子。对，那第二个坑就是我们今天要去那个 hack 这个法务部统计网这样子。对，然后这个网站就是需要有点工程背景的人这样子，你假如会一点 Python， 然后但其后面两个不会的话，我可以教你这样子。对对对，那就等着进来找我。好，然后这个网站大概长这样，就是它其实里面有很多统计的资料这样子。对，然后也有很多细项可以去看，那统计的结果就是会有个像这样的报表这样子。对，所以需要蛮多人力去帮我写一下 parser 这样子。对对对对，好。那第三个是今天的第三个坑，就是一个叫 tabular 的东西。对，然后这个东西还蛮厉害，就是它可以把 PDF 变成 Excel， 然后你用 Excel 可以再做其他事情这样子。对，然后今天有请朋友帮忙写一些就是教学这样子，所以希望这个东西可以成为一个共笔，大家之后可以就是需要类似的工具，因为政府都的那个档案都是 PDF 档，所以假如有这个 document 的话，希望以后可以协助大家直接把政府的资料做机器可视化这样子。对，好，那它这个东西它的官方网站长这样子。对，好，然后那个其他的资讯我都有在那个我们超连结上有那个共笔，然后大家可以上去看这样子。对，然后今天就欢迎大家来找我这样子，谢谢大家。